沈星若，我们18岁的那一天，也就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，我欠了你5块钱，算上通货膨胀和利息，现在我一共要还给你9块。花掉这9块吧。童话中，公主肯定会答应王子，从此永远幸福。可现实中，一场求婚可能不是幸福的开始，而是感情的结束。欣姐，我们这家的综艺可是去清北的开学典礼寻找新生力量，我们为什么要来机场扫楼啊？那我们该去哪？那至少应该去个 CBD 吧，那不应该才是商务精英汇聚的地方吗？ CBD 营造的是一种精英氛围，里面的人为了合群砸锅卖铁，也会表现得像来自于上流社会，所以说在里面找嘉宾质量可以说是鱼龙混杂，我们很有可能会找到一些徒有其表的人。那来机场就稳妥了。我淘了2张 VIP 候机厅的体验券，这个里面的人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。啊，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有点……哎，欣姐，你别走那么快，等我。因为是你，我愿意重蹈覆辙。没错，这是我们最新打造的素人恋爱综艺《再见怦然心动》的 slogan。你好，我是制片人沈星若。所以你找到我是要干什么？是这样。我们现在还缺一位单身的优质男性，所以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兴趣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？你是？编导何明，幸会幸会。哼，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通过这种方式招募嘉宾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感兴趣，我又没有钱，你们还是找别人吧啊。哎，先生。我想你真的误会了，我们真的不是骗子，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制片团队。我，我就知道，我们这算不算出师不利啊，欣姐？这钱不会白花了吧？别说这丧气话，真正的大菜还在候机厅等我们呢。看那边，那边。怎么了？我发誓，这绝对是我今天，不，这半年以来看到过最幼稚的男性。那大长腿，那……那跟《恋恋日记》从我们这儿抢走的男嘉宾比呢？必须秒成渣渣。好。那看我拿下他。好，我们两个人兵分两路，你去后面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女嘉宾，我来会会的。好的，欣姐，那你加油啊。嗯。好巧啊，这本杂志之前我也看过，这一期的主题是不是50大全球突破性技术深度剖析？看在我们这么有缘分的份上，您是否愿意告知现在您是否是单身呢？我们这儿在做一档节目，
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送个人。送人送到候机厅？以前我送你哪次不是送到候机厅？这是你新筹备的纪录片《再见怦然心动》，这名字还挺浪漫的。哎好，我们节目的男嘉宾终于可以就位了。男嘉宾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们正在筹备一档关于前任的恋综，我们觉得你条件非常好，特别适合我们节目，想邀请你做男嘉宾，你先看看。欣姐，你没跟他说呀？原来是这样啊。啊，你之前学的不是纪录片吗？什么时候转行开始做综艺了？陆星延，你的演技还是一如既往的差呀。你是不是早就从他们那儿听说了我回国做综艺这件事儿？沈星若，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想再听到你的消息？你们俩认识啊？不早说。先生，你方便带你的前任一起来参加一下我们的节目吗？看样子他好像不太方便。他啊，你俩，哇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喂，卓。喂，星若啊。哦，去接你的车，在路上爆胎了，你方便自己过来吗？我把事办完了，立刻过去。嗯，那我们等你。你可是我的伴娘，不能迟到啊！放心吧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你是要去参加陈竹和许承洲的典礼吧？我正好是伴郎，需要送吗？不用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你还是捎我一段路吧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比较方便一点。那就快点。哎，欣姐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在这儿再找一找，如果有合适的嘉宾记得要联系方式。我先走了。今天我就够法定结婚年龄了。沈星若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民政局花掉这9块吗？大姐，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怎么还有闲心看这个远古视频啊？我就是想简单的回忆一下，毕竟啊，不是一个世界的两个人，始终都是没有办法走到最后。是啊，我今天就能和这段垃圾感情说再见啊！我开心的不得了。许承洲，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你才是那个垃圾人吧？两位，仪式上播放的视频你们检查好了吗？桌面上。好嘞。我是那个垃圾人，我说的是我们这段感情是个垃圾，我又没说我是个垃圾。你说的呀，垃圾感情配垃圾人，刚刚好呀。垃圾感情配垃圾人，我说感情垃圾，我是垃圾了，我是垃圾，你是什么？垃圾的妻子，那你叫什么？我觉得比垃圾好吗？
喂，你到现场了吗？还没呢，走在路上。我马上就要起飞了，有时间你把合同拍照发给我。昨晚没注意，把资料落在你办公室里了。好，我回去发给你。不急，先忙完你今天当伴郎的大事。我先挂了，拜拜。有点吵，还有多久到？这也太堵了吧！仪式是11:11开始，这还赶得过去吗？我们从这条小路绕吧。你拐之前就不知道先看一眼吗？沈志平，我不是你的员工，现在也不是抱怨的时候。把车靠边停吧。停这儿干嘛？现在也就是这个路口比较堵，我们先把车停着放这儿，然后徒步走过去，等过了路口再打车，这样时间刚刚好。停吧。高跟鞋不方便，穿这个吗？你女朋友的呀？沈总似乎对我的私人生活格外关心吧？没什么好关心的，我只是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东西而已。即使马上就到了。刚刚星润给我发消息了，说他们10分钟之内肯定能到，咱们先开始，他们肯定能赶上最终环节。行吧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咱们的仪式正式开始。2015年的盛夏夜，许同学与陈同学正式开启了他们长达7年的初恋。2023年的初雪天，他们也正式成为了合法夫妻，成为了陈太太与许先生。他们一路携手走到了今天，哭过笑过，却从未后悔过。在即将到来的11:11这至光辉的时刻，让我们大家举起你们的发财小手，用以最热烈的掌声开启本次离婚仪式。我仅代表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啊，问大家一个最为关心的问题啊，想问一下二位，既然这个婚都离了，为何还要办仪式呢？
从2023年到今天，我陈竹，从场景布置到婚礼流程，从酒店预订到亲属邀请，我独自奋斗111天。从结婚前45天，我就开始增肌减脂打热玛吉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这一刻。所以婚我可以不结，但这风头我一定得出。这陈女士说的太好了啊，字字铿锵有力。那许先生，你有何感想？我就说一句啊，他刚刚说的大部分话都是我出的钱，大家往水塘里扔个石子都得有点动静吧，这就是我今天在这儿的原因。我花你点钱怎么了？我没付出精力吗？您为谁付出的精力？不是您自己？哎，结婚是我一个人结啊，这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所有事你管过吗？你自己两手一摊，当撒手掌柜不负责任，你还不准别人伤心啊？二位啊，稍安勿躁，这样啊，看来二位还有很多话要讲啊，咱们马上进入婚礼的第一个环节，互抱环节，抱怨的抱啊，倒计时60秒，预备，开始。我始终认为，一段婚姻或者是一段感情的消失，从来都不是某个瞬间决定的，而是由许多个瞬间组成的。许承周先生与我相恋多年，在此期间，他从未体会过我内心真实的渴望。感冒发烧，他让我多喝热水；心情不好，他让我别想太多。好不容易有时间了，想跟他谈谈心，哎，他说他很累要睡觉。各位亲朋好友们，我就想问一问，作为一个男人，连最基本的情绪价值都给不了，那我要他有什么用？不是我不关心你啊，关心你要有个限度啊。你要求我一天打8个视频电话，我上个厕所都要和你报备一下。感冒发烧补也不会治，有这闲工夫，你不如吃个药早就好了。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能理解。可谁一天到晚心情不好啊？我问你为什么，你就让我猜。我又不是算命的，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啊？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一清二楚。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在这儿促膝长谈呢？婚礼在哪个方向啊？这么多年不来都需要看地图了。你家度假村，我为什么要记得路？这边啊，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。各位男同胞，我说他做错了吗？二位，好，二位这个火药味十足啊！但是咱们时间有限，马上咱们进入婚礼的第二个环节，宣誓。我想请问一下陈女士，如果你们离婚以后，不管许先生是一夜暴富还是一夜暴毙，不管他是二婚还是三婚，你都愿意与他？我愿意。哎呀，太干脆了啊！好，我问一下许先生，如果你们离婚以后，不管他是二胎还是三胎，你都愿意与他结？我愿意。两位今天，我对离婚没有异议，我是对这个誓词有异议。为什么他就是二婚三婚，我就是二胎三胎啊？我们也应该是二婚三婚。哎呀，走个形式而已，至于这么难缠吗？二位还是挺激动啊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有请伴郎伴娘为二位旧人摘除婚戒。沈星若、陆星延，对，我记得他俩，他们那时候还参加过一个节目，然后陆星延还跟沈星若求婚来着，听说分手了，那他俩怎么会一起出现？这得多尴尬呀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太奇怪。戒指。李成啊。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当代男女的差异，也用实际行动将一段美好的婚姻推到了悬崖边缘。接下来请工作人员给大家播放一下由伴郎伴娘录制的祝福视频，请看大屏幕。沈星若，你愿意和我一起
去民政局花掉这9块吗？你报这个视频干嘛？怎么回事？你愿意吗？恐怕不行。从2015年开始，民政局已经不收工本费了。这9块钱，我们还是留着打车吧。从这儿到民政局，刚好起步价。陆总，是我们搞错了，真对不起。算了，继续吧，继续。各位亲朋好友们，我们接下来直接进入最后一个环节。上次你借的团建还记得吧？工厂倒闭，老板跑路了，枕头就是他们的尾款。谢谢你啊。给我准备了离婚礼物啊，工资里扣吧。供大家开启枕头大战。枕头大战什么情况？哎，不用管这么多了，反正就是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看我们来，正好庆祝他们顺利分开，迎来新生。要不然就赶紧的呀。骗你的，还清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配合的还是这么默契。难怪有人对我们分手原因这么感兴趣。来吧，所以说我们两个人为什么分手，你心里应该还是挺清楚的吧？不重要的人，不重要的事，我早就忘了。好啊，那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。好，过去吧。那我祝沈总早日找到嘉宾。那我祝陆总早日找到客源。祝你收视长虹。祝你盆满钵满。祝你的明天好了，再见怦然心动第一期后采。分手后有试图挽回过彼此吗？当年我们两个人分手，互相都说了很多伤人的话，
我觉得当时自己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就想跟他聊聊。后来我给他打过两通电话，但是他没接。在那之后我们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。我当时应该伤透了陆星延的心吧。当然，分手是他提出来的，当时我给他打了很多通电话，但是直接就被他拉黑了。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，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不想跟我再有任何交集了吧。那天你会突然出现在机场，一切都是巧合吗？骗子，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制片团队。我，乘坐往慕尼黑的 CN1698次航班的，我就知道，星姐，你说咱们这算不算出师不利？这千红破白话。哎，你别说丧气话，真的大菜还在后剧情等我呢。你怎么会收到沈星若的订票消息？当年我们注册订票软件的时候留的是我的手机号，所以只要他订票我就立刻能收到消息。所以那天你是害怕沈星若要离开这个城市再也不回来？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冲动起猛了。